别笑。哎呦我的妈！我梦你那么久，见你一面就能把你刻在心里头。每当夜深的时候，想想你的时候，哎呦我的妈！期待着你给我的温柔，等了你那么久，我想你那么久，不知何时才能把你拥在怀里头。期待着能和你一生长相守，只想一生一世永远着你的。这是什么造型啊？挺别致啊。哎呦我的妈。搞错了，再来。嗯，见你一面就能把你刻在心里头，分分秒秒记得给我的温柔，等了你那么久，我想你那么久，不知何时才能把你拥在怀里头。哎呀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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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倒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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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倒 ，OK OK。你好，一共332。真的？我告诉你，你先结账。我洗完，你先结账。我操！你洗完就结账吧，我还在洗碗。谁点的米饭？哎，这样。你去结账吧，我剪完再处理。你给我打包去。好嘞。听说你现在不喝酒了，也不看美女了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老婆说了，再喝酒你就是狗，再看美女你就是猪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那你觉得现在的日子怎么样？猪狗不如。哎呦我的妈！老嫂子，到了。你是不是有病呢？叫谁老嫂子呢？哎，老嫂子，有事就说。电话。啊？你想啥呢？你个跑滴滴的，还想要我电话？不是。不是啥呢？不是。你也不看你长得熊样，还想要我电话撩我？哎，老嫂子，你误会了。你这次白天做梦里，你年龄跟我妈都一样大了，我还想撩你的。我是说你电话落到这了，你还想的美丽很，我跟你说。啊，拉老子电话。喂宝贝。喂你好。你是谁啊？啊不是，这是我姐的电话。你接个屁电话，赶紧让我媳妇接电话。我媳妇不会接电话是不是？不是，你误会了，她刚走，她真的刚刚走。你忽悠谁呢？啊，她不在你怎么接的电话？我发现你们现在在一块你都不背人了是不是？不是哥，你真误会了，你听我解释。你解释个屁，你个小兔崽子，你在哪呢？套过来不把你屎不给你打出来。你看你一个人咋不讲道理呢？还我在哪呢？我在宾馆呢，我在宾馆洗澡呢。啊，好，你现在就给他说，儿子，我从幼儿园领走了，明天让他跟我离婚。我告诉你，我们俩的儿子不用你操心，我自己养得起，你把你自己管好就行了。我就说嘛，
儿子跟我一点长得都不像。原来我戴绿帽子。哎呦我的妈！你别笑。两口子都是染怂，我跟你说。师傅啊，我是不是把手机落你车上了？啊，对对对，我一直在家等你着呢。啊，那谢谢师傅。好、啊，没事，老嫂子。要不这样吧，师傅，你再把我往前拉一两公里，我再给你100块钱，就当感谢你了。啊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去哪里？哦、啊，就在前面幼儿园，我老公跟我儿子在那等我呢。啊，哎呦我的妈！那我还有事情，我去不了我。哦，那行吧，那我给你100块钱，就当感谢你了。啊，啊，还是算了吧，你拿点钱，给你老公孩子吃个饭，哄哄吧。哎呦我的妈！啊，哄哄。哦，那行吧，谢谢啊，师傅。啊，不客气。妈，这是你艺术照片啊？妈还挺好看的。嗯？搁哪找的？搁我爸那柜子里边。老四，我冬天出他照片。嗯。哎呦我的妈！喂，儿子，你在哪呢？爸想你了。打错了，谁你儿子？我是你亲儿子不？不打你也行，给我个理由。我不会告诉我妈你藏在枕头里的5000块钱。哎呀，啊啊！儿子进屋，进屋，进屋，进屋。啊，儿子进屋，也行了吧？我今天不是自己回来的，我还带朋友回来。雪儿来，雪儿。哟，儿媳妇来了。咦，不是儿媳妇，我们只是朋友。阿姨，没事，来了就是俺家儿媳妇，明天就结婚。但是我还对你们家不了解呢，你们家结婚？俺们家4口人，他还有个小弟。可是我喜欢独生子女。没事，我可以叫他表弟去死。要怕婆媳有矛盾呢，我也可以去死。那我呢？一起去死。那就走。哦，儿子，我不管枕头里有5000块钱，厕所随箱里还有5000，你拿去花。我花不着了，我花不着了。有人。哎，老板，买个餐巾纸。哇，老板娘好漂亮啊。是吗？难怪他们都说你们这里餐巾纸卖得特别好，原来都是用来擦口水的。这都拧不开，我来。哎 ，OK， 好了，多少钱？一共99块钱。你们这里餐巾纸卖99啊？餐巾纸1块钱，还有98块钱的酒呀。是你自己拧开的。炸老师的骚扰电话。这谁的电话了？好，老师咋了？继续啊！就是在发声部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注意看部的颜色。哎，老师，你可以接电话，接了。接一下，没事，老师。骚扰电话有啥可接的？谁给你骚扰？老师，老师，你们先上个自习啊。好。喂，你好，是小骚货吗？我们王老师有事出去了，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就看见备注上写的是小骚货。喂，你好，怎么说话了？挂了。喂，你好。臭老师，臭臭老师。真実はいつも一つ。来，我们接着上。哎呀，我说命运呐、啊！啊啊！我爹私房钱被发现了。看哪里有？哪有了？哎，怎么还有个魔方呀、啊？咋耍的？那你给我看看。你给我！你这真是来骂你拿镜头。哎呀，这魔方我看着有点不对呀、啊。这还有个机关呀、啊？妈，我又找到了。看好哪家？哪有了？妈，我觉得咱家那车有问题。
走走看看，走走。这玉米挺好吃，你尝一下。明明牛肉那么好吃，却被嫁给我，玉米才值几个钱？这么抠，到时候结婚了，房子肯定不写我名字。生孩子了，我就要辞职带娃，带娃就没有收入，没有收入就没有，还要钱，要钱多了肯定就会被嫌弃。娃欺负了，为了黄脸婆，他就要在外面找小三儿了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分手，渣男。不对，不来。这牛肉很好吃，多吃一点。肉吃多了就会胖，胖了肯定会被嫌弃，到时候肯定就不喜欢我了。不喜欢我，我就得不到家产，得不到家产我就会没钱，没钱我就没法生活了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分手，渣男！你这个太难伺候了，我受不了了。我们分手吧。啊？让我在你家睡一宿吧。你睡哪儿啊，静南？不行，我睡沙发。你说沙发会不会对我那么无聊呀？那不能，我就是那君子，绝对不可能。那你进来干啥？